在抓狂停电的晚上，你在身旁为我点亮一束光，心跳加速缺氧，眼神的碰撞，你的呼吸贴近我脸庞，有你热肠快乐不打烊，无聊笑话给晚餐多加分糖，比漫画还要更漫画的日常，欢喜悲伤复刻生活的模样，下雨确定你这样能做汇报？我很好啊，我又不是因为紧张。看出来了。我认为交流后，他们更具有能够接受这样。哎，干嘛？你醒醒啊！你挤的牙膏是我的洗面奶。大家好，你在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设计挺好的。当然好啦，成双成对的。哎，行了，师傅你就在这块儿停吧。这位乘客，目的地还没到呢。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到啊，要是被人看到我们俩一起下车，不就破功了？你就在这儿放下，我自己能走过去。傻瓜，我送你到下个路口好吗？想要赢得受众的青睐，首先要去了解他们。我把受众的目标定在了独居的90后，因为我认为90后更加能够接受这样 Q 版的形象。我们可以借力让全新的形象推向我们的秋季市场，来巩固来强化我们的主题，温馨陪伴独一无二。品牌形象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呀？意在商业用户和品牌宣传，但是现在这个设计跟我们 Junwei 的新理念极其不符。用户定位是精准到位的，但是实际设计的这个形象有点过于低幼，恐怕难以契合 Junwei 的时尚感。确实，这些备选概念形象切入点缺乏新鲜感，有同类企业同质化雷同趋势，受众接受和针对人群的理念传播力到达率较弱。实在是抱歉，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，不过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提的意见，我们都是会采纳的。我们相信我们的团队下一次能够反馈到很好的设计给大家。都发言完了吧？这次只是初次评定，了解了彼此的诉求之后，相信您方可以提供更好的设计方案。散会。等一下，请贵方的主要设计师留步，我有些意见要和你单独讨论一下。太多了，
有点饱和，不过消化消化也能行。只是初次评定而已，还要看最终的汇报结果。你刚没看到他们的反应啊？没戏了。还有时间，在这之前呢，我可以给你一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，比如……我不想走后门，我现在只是一点点的状态，等我真的达到了终极状态的时候，会给你惊喜的。你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林总，不发音交给你方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走。好了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，平常心就好了。嗯，你放心吧，我绝对是活力值最充沛的乙方，你就等着看吧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怎么办？画不出来。慢慢来，会有办法的。嗯，要不你再看看参考。要不你帮帮我吧。我。把这些贴在画板上，不一样吗？粘在你身上，我更有灵感一些。行了，就这样，别动了。说嘛，还是得实地考察，具体的看到了企业文化之后，这样的我的设计才会更加的有真实感。看来这次你一定会很顺利的。我会加油的，你去忙你的就行。好，那把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对讲机，也是我们公司的特色。这是谁设计的？当然是林总了。有他的特色。嗯。行了，你去忙吧。好，有事找我。嗯。喂。对讲机，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些？这哪里是公司啊，简直是凌月大型粉丝后援团。你是负责企业形象的设计师吗？不好意思，打扰到您工作了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听说你前几天被骂得挺惨的。啊，没事，越挫越勇，很正常。哎，你可不要误会我们林总，我们林总可是我们 B2M B2C 的偶像。什么什么什么 2M？ 这你别管，总之，我们林总真的是太有魅力了。林总做事情啊，总是雷厉风行的，而且还很帅。冒昧的问一句啊，你谈恋爱了吗？没有，我一直单身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不是。请访客安心小姐来一趟公司茶水间。茶水间？艾丽小姐。
别人吗？怎么是你啊？我明明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你下手这么重，你想谋杀亲夫啊？谁让你鬼鬼祟祟的，吓我一跳。对不起啊。明明是你嘛，跟别的男生聊那么欢。妞味的总裁居然偷听别人讲话。那你男朋友随便搭讪你，着不着急啊？不是，我是怕他爱上你。有的人看起来冷如冰山，实际上背地里搞定了男女老少，让人怪不放心的。你吃醋了？哪有？别冲动，我们老板呢，刚认识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时间久了发现他能力还是很强，人还是很不错的，一定是误会，没事的。看来公司的安保系统该升级了。我明白，这次确实是我太冲动了。你有这样的老板，我也觉得你挺为难的，真的。会习惯的。忙忙去吧。要是你一个人住啊，肯定每天都要磕磕碰碰的。你这要是一个人住，可能还不如我。那就说明呢，我们俩谁都离不开谁。哎，没事儿，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。甲方建议你上好药，立刻休息。这么温暖惜才的甲方，真是让我有一种想要长期合作、保留住心动的感觉。好。不用抱我，这是甲方在履行保护乙方的责任。走，睡觉。画这些他下饭吗？他又不香。他不光下饭，简直就是仙人下凡。哎呀，醒醒吧，这陪你吃饭过日子总得是活人吧？那也得王八眼里只有绿豆才行。眼前的绿豆也比天边的还多。好消息，好消息。怎么，你中草那家店打折是不是？
当然是设计稿完成了。哎，你看，关心你飞得累不累，只有我，他就关心 KPI 飞得高不高。哎呀，没有 KPI 哪来 RMB 啊？当当当当。这是什么形容状？刺猬、老鼠、树懒。不对，这是本设计师亲自以 Junwei 创始人为原型的祖籍大草原、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球鱼。哦，丑美丑美的，还挺有意思的。那他怀里抱的那是什么呀？应援棒，他们家 logo 呀。嗯，的确是很不走寻常路，很牛味了。果然是爱情的力量，朝夕相处才有不同的灵感。要不说说有什么甜甜蜜蜜？啊，对啊，这个品牌故事越多啊，这个品牌形象越有价值。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写。今天怎么想着过来了？哦，我想来先了解一下业务，把功课都做好。我记得你原来心里最排斥来公司的。以前不懂事。那怎么突然转了性了？我想改变我们故事被临时压制的局面。不会是因为凌月和安心在一起了吧？不全是。如果能真的打败凌月，才是我加入故事的申告时。说实话，你的儿女私情我不管，但你要想明白，今天做的决定很可能是左右你未来人生几十年的重要决定。你到底想清楚了吗？我想清楚了。这么多年了，该吃的苦，该趟的路您都替我们趟过了，我现在只是想让您的心血不要白费，重建我们故事辉煌。我们就这么公然在甲方这么豪华家里单挑范飞的合适吗？你是不算账，不知道我们创业者细枝末节的艰难。我们那商水商店的用起来多贵。合着你来偷店来了？抠死你算了。不是，我们两个诸葛亮愿意带你这么个小臭皮匠就偷着乐了。诸葛亮，你是猪，猪头猪脑猪腰猪全套。你们俩要再这么吵下去一定会结婚。怎么可能，我这么年纪轻轻的还不至于瞎。最好是，毕竟我是你注定得不到的。看来真的要好了。不可能。不可能。那，回来了。等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公司新的形象设计吗？对啊。就是你说我长得像那个。大乌龟还是什么？我好像没有说过你像大乌龟，这个是球鱼。哎，要不然你代表Junwei先试一下。不，我绝对不可能穿。哦。啊，你现在就像一个巨大的人形玩偶，可以把你放在公司门前做那个招财小神童。你确定就是这个了？怎么样？我无法客观的评价，因为你对我来说是不同的。放心吧，这回一定能行。正好，我给你拍个照看看。哎。下一个哦，不用想。这个设计还挺有意思的。还没完成呢。没完成都这么生动了，那我好期待成品啊。
好希望他们原地结婚啊！也太羡慕这样的感情了吧？羡慕什么？找一个。这不是想要就能有的。你努努力，说不定。拆不开这个。这怎么粘一起了？你笨死了！我卸甲水呢。不，你别扯，疼。笨，轻轻的啊。哎，别动，笨。疼不疼？轻点啊，轻点。我们利用了明确的配饰，突出了五 G 加物流一站式服务的新理念，发挥了网络资源的能力，物流协同的优势。大家往这边看，眼睛跟心脏的部位都做了特别的设计，安有不同功能的环境及身体安全监测器，是黑科技和奇特外观的一个结合产物。用眼睛去看，用心去体会，慢慢就会成为人们身边一个隐形的关心和陪伴。我给它取名为 Watch。它的寓意是注视和守护 ，watching with you， 陪伴守护每一个你。想到这个主题，想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是因为一个人。最开始我总觉得应该是我去照顾他，我去保护他，但是不知不觉的，慢慢的变成了我是那个被守护的人。在这个非常快消失的时光里面，我仍然能够感受到温度，感受到爱。谢谢大家。恭喜啊，这是 Junwei 成立以来高管层第一次一致认可通过的提案。怎么样，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惊喜？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，那现在？现在什么？哎，哥哥。我就觉得他的气质不一般。所以弄了半天，刚在调情啊。女朋友郭安欣小姐，为庆祝设计方案通过，请全公司人员喝奶茶。你公司那么多人，我破产了，我得。没事啦，你请客，我付钱。笨蛋，你的钱不是钱吗？你刚才说的企业文化、善待员工的理念呢？那有的人他不爱喝甜的。好了，谢谢你为我们的设计那么努力。能跟喜欢的人做设计，超有成就感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跟悠悠他们去庆功了。我说你们俩怎么偷偷走了呢？原来背着我在这偷偷约会了。谁要跟他约会啊？我不是为了给你和小林总创造机会吗？拜托，我是那种见色忘义的人吗？当然要一起庆祝啦。嗯，果然是我的好心思。那我现在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坏的吧。坏消息就是我们下个月接了新的案子，可能要新一轮的挑争夜战，还有加班大战了。啊，那好消息是什么？续个命。好消息就是牛味的设计款到账了，我们可以提前准备进攻位了。为什么这次款到的这么快？那还不是我们的主编是总裁夫人吗？啊，下个月的案子如果做得好的话，大家的年终奖我绝不收了。那是不是就是说，我追新的广告牌，份子钱我就可以随意挥霍了？随意。糟糕，这死灰夫人的行动
是怎么回事？果然是患难见真情，终于发现我的好了。这个，那我们怎么庆祝呀？啊，是啊，包在我身上。这是搞什么鬼？安心，黑咕隆咚的搞什么礼物交换仪式啊？出什么事儿？这么多蜡烛，麦克！哎，怎么这头怎么有点歪？搞什么鬼呀、啊！你这是、啊，一是为了省电，二是为了你。你这是做了个什么超级大礼物呀、啊？你这是年终奖提前兑现了吗？觉得你会喜欢。啊，对了，我为了感谢你，为了我们工作室不辞辛苦、任劳任怨，给你买个眼镜。调节色弱的，你试试。这可是最新款，嗯，很漂亮。啊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就是提醒你要好好赚钱。那个，我们要向前赚，向后看，努力赚钱，赢金博。好。嗯，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？知道我可能不是你喜欢的类型，但是为了你，我可以跟你喜欢的一切和谐共存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也觉得挺奇怪的吧？就我平时总是跟你拌嘴，总是怼你，其实都是因为我喜欢你。我想让你关注到我，想让你看到我。我可以不耽误你跟你爱豆在一起的时间，但你可不可以匀一点时间给我，跟我试试？什么叫试试呀？你这是在跟我表白吗？不然呢？其他的男人来表白的呀？我也的意思。那试试就试试呗。林总，我们联手提前发布凌霄计划，发挥它的杠杆效益，不仅可以快速获得高额收益，同时能带领我们两家公司的其他业务。这样我们就能真正占据5G 技术的制高点。凌霄计划还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，我要的是万无一失。先发制人才能抢占先机，其他的问题后面慢慢解决完善就好了。
林总。况且现在的经济情况，顾从眼前的利益更切合实际一点。我们做企业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吗？如果刘总觉得眼前的利益大过于长远发展的话，那我们就没有必要谈下去了。可惜啊，我还以为林总是个聪明人，现在很多企业都抢着想跟我合作。林总真的要放弃这次机会？送客吧。刘总，请。顾总，最近您新引进的促销活动获得了不错的积极反响，同事们想晚上搞一个庆功会，您看我们店哪里比较好一点？一个半小时之后通知所有人开会，我们要把市场份额抢占到45%以上才行。还有跟各部门都说一声，把办业效率提高一点，我要在10分钟以内听到有效内容。好的，顾总，我这就通知下去。等一下，你们的聚餐找个好一点的地方，账单挂掉私人账上。好的，顾总。那顾总您怎么过去？我就不去了，你们玩得开心点。顾总，星野技术的刘总到了，让他进来吧。顾总，你好。终于肯接我电话了吗？公事的话直接找艾丽，别再打来了。不要再往家里寄包裹，我不想安心误会。怎么，你总能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及时出现？我觉得这叫做心有灵犀。冥冥之中呢，我感知到了最近有人啊心情不佳。堂堂盛世娱乐总裁，现在改做神棍了，这叫做情真意切。好吧，那我给你个表现的机会，送我上班。我正有此意，我就是顺路啊来接我的合作伙伴上班的。少来了你，一定是听天动说的吧？你在我身边安插这么多眼线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良苦用心。来，杏儿，吃吃。不是献殷勤，必定有阴谋。没错，阴谋就是，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放松神器。林胜，是不是没有女孩逃得过你这温柔攻势？那就太可惜了，偏偏你每次都能逃过。杏儿，过来。过来，我帮你。再优秀的人呢，有些事情能行，有些事情真的不行。谢谢啊。你跟林约是兄弟，怎么性格差的这么多呀？所以是不是开始比较出我的好了呢？想让林约做这些事儿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愿不愿意做，取决于喜不喜欢。你越来越会在伤口上撒盐了，我脖子就更痛了。哎，没事吧，星儿？要不去医院看看？
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当真了？你哪件事我不伤心？难得没有回绝我。我对你哪有那么恶劣？不是差，是很特殊。雷夏，我发现一家新餐厅，要不去试试？我想喝酒。想喝酒，晚上我陪你。你说，如果哪天你也不在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只要你愿意，我一直都在。骗人的话可是会变成匹诺曹的哟。那就掉进你这头金鱼的鱼腹。初中玩的话剧，跟你现在还记得？你还不一样。来，我们准备出发。就那个娱乐公司盛总啊，哪里好搞定了、啊？你看都不看我这剧了。我是随便搭讪的人吗？简直欺辱大辱。哎，你知道他拒绝我的理由是什么吗？他在等喜欢的人来。What？ 现在的流行是玩什么纯净角色扮演是吗？真的是。竟然都还记得，你喜欢的事儿我都记得。可是故事里的他终究没有选择和艾琳娜的爱情。但故事没讲的那一部分，艾琳娜有新的开始。还有什么记忆是不会褪色的呢？我想大概只有心里面的吧。这是我收藏的一款很特别的酒，叫艾薇木。从2010年到今年，每一年的味道都会不一样，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收集一瓶，直到我喜欢的人愿意嫁给我为止。为什么是2010年？因为那是我们认识的那一年。心儿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也正好是我们认识的纪念日。抱歉，我都记不清楚了。没事，我记得就好。小盛，我知道你要的不是一句空口的道谢，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任何承诺。我不需要你任何承诺，我只希望你能变回从前那个开心的你，就够了。那今天，让我们忘记一切吧。那就对着你的眼眸干杯。卡
萨布兰卡电影里面最浪漫的台词。杏儿，你醒了。昨天我们……昨天我们都喝太多了。昨天我们是喝太多了，但是我们……我们都是成年人，我不需要你对我负什么责任。再慢慢接受我，难道这一切只是我的错觉吗？这只是一次意外，我们不会因为这个而改变什么。那个人出现在你的世界才是意外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？难道非得撞了南墙遍体鳞伤之后才肯回头吗？因为我不甘心，因为我忘记不了他。我现在心里很乱，你让我安静一下行吗？行。好，我不逼你了，我已经知道你心里的答案了，我尊重你，记得好好吃早饭。先暂停一下，和我预期的有些偏差，还是要加强基站频率的辐射面，同时将信号延迟降到最低。林总，我们已经做了技术测评，程序本身已经很完美了，如果想要在性能方面更上一层楼，还需要更多的资金扶持。既然知道有需要进步的空间，就不要自我满足。资金方面不是你们考虑的范畴，你们只要潜心做技术就好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这几天准备一下凌霄计划的相关资料，启动项目融资。好的。
不是说了吗？让你潜水不用等我。也没有等太久。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疲惫啊？是不是你公司高层知道我是你女朋友之后就后悔了？没有，他们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喜欢你的设计啊。辛苦了。顾总，安行计划的发布资料准备好了，您过目。找寻